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那上次有跟同学介绍，事实上佛教在整个佛法由原始的阿含系列那慢慢介绍到中国来，里面发展的般若空性，一直到所谓的空有之对这个对立，还有一些了解上的层次争议，历代这个大德在这上面的辩证，一直到这个统合是有一个历史的轨迹。那一直到佛陀讲到法华涅槃的时候做了总整理，这个大乘起信论的基础在于把它作为总和当中的一个精华。所以这个精华这部论之所以在中国非常的重要，是有它的道理的。那我们今天正式的要进入到大乘起信论，一字一句的去研读它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什么是大乘，什么是信。这部论叫大乘起信论，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开发对于大乘佛法产生清净信，进而可以实践它的一本论述。我们一般来讲大乘，然后就会在标什么是大乘佛教，那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先不管大不大的问题，你的心量在什么地方，你的心量怎么来看宇宙人生，你这个人本身对于生命的整体态度是什么，那个才是真的大或真的小。并不是你今天读诵哪一部经，你是大乘的经典你就大，你今天修学阿含你就小，那个是语言文字上的大小，不是真实的大小。就像每个人都会回向，每个人都回向，每个人每天也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真的无边誓愿度吗？冤亲债主一线的时候哪会有誓愿度呢？这个时候你再怎么说你是大，其实芝麻蒜皮，这小事一桩。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不谈大，我们讲乘。乘大家都知道经典读这么多，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能够把众生从这个地方此岸一直渡脱到彼岸，让他得清净解脱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办法。说它是一条船，这是譬喻，说法船。说它是一个办法，事实上84000种办法，佛所说的各种办法适应各种不同的人。每一个人他的起点在哪里，又根器不同，种性不同。如果说我们把毕竟能成佛看成一个这个横轴的一条路一条线来讲，如果我们修行，每个人的起点在哪里，然后你的经典是什么的状态，你要怎么样去认知你自己，开始去修，你会发现佛陀所讲的所有的法，他有时候是这样讲，有时候讲的法是从这里讲，有时候的法要讲的是这个中心点，在讲到了义的时候，他是在讲最后一段。当然在这个地方它并不是就是有一个截止点，它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扩散的，是一个圆满。
所以我们在讲说大乘或小乘，是你能够用什么办法从你出发点开始走到你圆满解脱，你开发完成。每一部经典一定有它的范围，那范围之后佛陀一定会有拉出这样的一条线让你继续往前走，它有个伏笔在里面，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概要。那我们在讲说小乘的佛典，难道它开头是这样吗？然后就截止吗？是截止吗？其实不是。如果你真的进入了经典里面的研读，你会发现它里面介绍了某一些佛教的名相，它本身就涵盖背后所引发的道理。比如解脱，他会讲你怎么修行的时候能够证得自在解脱，而这解脱的两个字就涵盖你当时起步到你解脱的内容，你所领略到的内涵。而真正的解脱是什么，另外的一部经就会重叠再来，一样讲解脱。所以解脱道来讲，它会从你现在所证得的解脱的内容里面而去告诉你解脱它的感受是什么，它所领略到的内容是什么，那它怎么突破解脱，这个地方再演发回小向大。所以像所有的经典来讲，我们一般看会把它分大小乘，只是在它的正中分主述的这个内容里面去了解，它重点是在引渡这样的一群人，而它的范围大或范围小，并不是把经典说分你这是小乘经典你这是大乘经典。那我们一般喜欢把经典分为大小乘，于是大家会对经典起了一个不清净的分割，而忘却了佛他主要要介绍我们的是你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这一堆人适用这样的一部经典，而并不是把这样的一部经典变成非常的晦暗不可取。我们人也喜欢分大小啊，什么叫大人，什么叫小人，什么叫大，什么叫小，那是一个对立概念而已。这种概念一存在你的心里之后，你对佛教就失去了信心，因为你本身就会去看啊，你这叫修行诶，啊你这怎么样又怎么样。我们大乘真正的心念大在哪里呢？任何你会起断灭的概念，你会有一天说啊，我这都不爱了，做到老干嫌到老烂，人生海海啊，啊，娶某生子不过如此。当你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大乘吗？心中无一众生可容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小这个东西，同学先摒除，也先摒除你对经典认知的大小。那为什么经典还是要讲大乘？它是在讲说适合这部经里面，它把五乘所有纳在里面，意思说这部经它有提到，他有提到从开头一直走到结尾，他有提到这个开头走到结尾的时候，他开头的地方明不明显？其实每个人读起来都各自领略不同。他结尾的地方明不明显？其实也领略不同。你以小乘，你以断灭的心态来读这部论，你还是读出断灭来。你用开广的心来读这部论或任何一部经典，它还是大，因为你会自动延展。只是说我们在于大乘小乘的经典上面，不要给一个这样错谬的那种自己的那种批判，这样的批判你会看很多经典都不屑一顾。像我们是出家人来讲，阿含系列不能不读的，这个阿含系列可以回溯，它可以还原当时的生活状态，佛是怎么跟弟子相处的，日日夜夜当中弟子行住坐卧里面产生的疑惑他是怎么来处理的，
他所讲到的一些法含摄了多少内容，我们必须由后面佛所说的经典去补充。所以它是小吗？它是一个基础。如果再来看的话，大又什么叫大乘，又什么叫小乘？我们从戒的 角度来看，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你说我们必修你的戒的话，是大乘还小乘？当然诸位是不可能受这个戒，它里面的戒只是进行受，所以它是一个基础戒。它大乘吗？没有，规定的非常的严谨。它严谨到你的呼吸，你里面的念头，你早上穿衣服下床的时候，你念头是什么？你要走路往这个法堂上走的时候，你的念头是什么？你要上个净房冲个澡，念头是什么？而这些念头全部在规范谁？规范自己。有没有涉及到众生？没有，里面只有用我规范自己来希望回向给众生，有一天众生都能够体解，而一起来做这样的自我制约。戒的精神是在让自己的身口意干净，而不是规范别人。所以如果你以戒来讲，它本身自我的比丘尼戒就是小乘。但是这个够吗？不够。你把自己的身口意整理好之后，进而的发展出菩萨戒。而这个菩萨戒是大还是小？如果你以真实受菩萨戒来规范自己，帮助众生，你是在引发打开当中，并不直接表达你就是菩萨。因为它里面还有你本身涵盖在内容里面的名利所得。只要你有名利所得，你说这个菩萨戒是大还小？中吧。它真的大吗？没有。所以我们一般在大跟小的争论里面，千古以来都是只是文字上一个简单的回向，就可以看出你现在回向的时候你真的是什么根器。我们打开平静的这个宁静的心，宽广的态度来研读任何一部论，或研读任何一部经，你就会发现浩瀚无穷，只有两个字就可以把所有了义的经典抓进来。所以佛陀所讲经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大小分得那么清楚。那我们后来的这个历代祖师大德们，把这部经适用于大众来分它的适用性，分大小，并不是让我们后学者用大小来鄙夷经典的。要先丢掉这个鄙夷的心，对立的心，这样学佛才学的态度是对的。那这个乘呢，大乘在名相里面就有，我们先不读大乘的乘，我们先把这个整部论它主要在讲些什么，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略略的了解一下。来，第五根名相，大乘起信论全一卷，又称为起信论相传为印度马明菩萨所造，南朝梁代真谛所翻译的。这个真谛这个大德出生在西元499年到569年，收于大正藏第32册，本书阐明如来藏缘起之旨及菩萨凡夫等发心修行之相，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归结大乘佛教之中心思想，为佛教思想之重要入门书。所以这部论呢，
它本身具足了理论，也就是说佛所说它法的次第介绍总说以外，它有实践，有实践的这种论述读起来比较有趣，因为它会涉及到众生，你是凡夫发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你如果是一个菩萨种性发心的时候，你会在正量上面有什么样的突破瓶颈啊？所以这个理论跟实践两方面都涵盖，立意与解释二分，阐明一心二门三大之理论。修行里面呢，它有分信心分，里面有说明四信五行之实践法门，就是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里面有重点，就是所谓的一心即指绝对之一心，此一心即众生心，亦为如来藏真如之心。这里同学懂了没？懂齁，有人点头，上次有讲啊。那看这里，我们修行是谁在修？自己修。我们是众生。佛在华严经里面讲，如来之智慧在众生心。我们一般来看如来藏这三个字，都会想把它想得很抽象，然后非常的不可思议，摸都摸不着，什么是藏，什么是如来，如来无所从来， 无所去处，那如如而来，成真实道而来，这个都是文字解释。所以如来藏一摸的时候就摸不着别人。佛就讲，如来智慧在众生心，众生心之所有即如来藏。这华严讲的。但在其他的经论里面，他把如来藏分为染净，专属于净的这个如来，如来藏的清净，清净式的这个部分。大乘起信论，他就是把如来藏及众生心这样的一个主题勇敢的标列出来。所以他讲到一心就是众生心，众生的智慧从哪里来？从众生自己心中而来，它不是外得的。今天我们听闻佛法，听闻佛法的时候，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好像是从经论中来，是经论中来。事实上在所有一切里面，如果你体会过空性的人，瞥见空性，证得空性，只要你有经验的人，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佛在介绍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佛并不是外太空来太空人来介绍一个莫须有的东西，而是我们众生本来自己有的。当你真正能够看到自己的我执，看到宇宙万法它真实的无生灭的时候，你的智慧会自然现前，这个现前不假他的。所以众生心是不是等同如来心？是还没有，是还没有。但是如来之智慧在众生中，众生大家都知道贪嗔痴，把自己的这个如来清净智慧德相这个智慧给遮掩住。所以这个地方呢，大乘起信论他勇敢的提出这个点，才能开演出后面所有的路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名相啊。他讲所谓一心即指绝对之一心，此一心即为众生心，亦为如来藏真如心，盖世界万有皆为真如之显现，一切众生本来亦常住于涅槃之中。这个很难懂，对不对？众生本住于涅槃之中，那什么是真如的显现？那再看这里，你世界所有的万有是不是在你认知才有？这是一块粉笔，当你认知这个粉笔的时候，是不是万有中的一有？是不是就是认知了粉笔这么一回事？那你认知粉笔这一回事，跟粉笔的存在
跟你的存在是不是原来就是宁静的？是不是一样？是存在。那在你认知这个粉笔跟不认知粉笔中间，它有差异吗？粉笔依然存在，你依然存在，差异在哪里？认知粉笔，这个粉笔的作用，你认知，你能使用它。不认知粉笔，你不能使用它。所以佛法它的作用是在于开发你的认知，发展它的使用。而你认知使用这个粉笔的过程，跟你未认知未使用粉笔中间跟之前的过程差异在哪里？差异在真如的显现跟不显现，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妙用，就是妙用而已。所以我们在讲如来藏基础上用这个藏的时候，是不是说包着？就是包着的意思。那我今天你认你自己的这个自己跟这个粉笔之间的关系依然极尽灿然，这个是物，但是它的认知是不是你真如，也是你的能力的发展出来的一个认知。而你能够认知清净中去显现出它所有的功用，你的了解，再把这个化为实质的运作来帮助一切，这个过程，这个整个的过程就叫修行开发实践。而这个道理先给你认知，这个叫理论。所以佛法重点不在理论，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有理论的认知之后，你进而实践它，发展它，使用它，在这个里面依然是住在涅槃当中。这样这句懂没？很清楚哈。接下来他说，盖世界万有皆真如之显现，一切众生本来亦常住于涅槃之中。这个就是刚刚的解释。所谓二门，即指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真如门即绝对之真如，即阐说众生心性之本体不生不灭，远离言说之相，毕竟平等而长恒不变。又包含一言离言两种，于生灭门中则皆是众生心性之现象，即为真如缘起。生灭门又分流转门、还灭门两种。我们每个人的心，它亦可动亦可静，亦可认知亦可抛却。它这个我们现在不进入到那么深色的文词，你慢慢修行的时候，你就发现放得下放不下，能不能够持续来进行，或者是说你可以回溯反复去思维过去的现况，这是还灭嘛。每个人都有记忆带，你可以重复的去思忆小时五岁十岁某一次的特别重大事件，它整个的过程，你心中里面的五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们记忆的记痕的一种。记痕，记痕是现代言辞啦。那以这个佛学的名相来讲，它就是在讲意识种子，这个种子式的东西。那像这种东西，它亦可开亦可灭。那在这个里面呢，因缘当你看懂了的时候，当你看懂，就像说把这个种子，这颗种子让它发展出它的它所有的现象，它发展出它所有的里面的特质，释放掉。你释放掉之后，这个记痕就没有了。这个记痕没有的时候，你这个记痕是不是回到一个空？是不是回到一个空？所以这是一个 cycle， 也就是它是一个循环的作用。那你在记痕之前，它是不是一个缘起法而已？你小时候五岁的时候的一个特殊经验，或甚至于你小时候五年级的时候，诶，站在台上啊被打了，或是哪一个功课做不好了，或是得了一个所谓什么大奖了，像这些的东西，它是一个缘起法。
所以你在看生灭的现象，生命的迹痕，它是在无明启动的时候，因缘法啊，真如是不是？我们这是清净的，清净的真如，它本身在这个成住坏空，生住意灭，那这个里面的展现而产生出来的刹那的这个迹痕，这种子。那这个迹痕呢，当你会修行的时候，你会用环灭门解释那个道理，进入那个迹痕里面，再把它释放掉。释放掉之后，这个迹痕就没有了。那个伤痕，那个伟大的欢喜，或是那个绝对的悲哀，潜伏着在你心中30年的悲哀，这个时候消融掉了。这个消融掉的时候，你是不是回到宁静之中？所以以时间来看，它是一个生灭的短暂现象。那真实来看，你回到了一个宁静当中，是不是无生灭？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讲的是在讲我们这个体，也就是说我心真如的作用。心真如门它主要强调的是它这个体本身的用，而心生灭门讲到是说它这个体在用的时候产生的这个相，也就是过程所展现出来这些内容。这样了解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他讲到一言跟离言两种。一言的话，我们就是可以随着我们生命里面的任何现场而起了一个缘起，它是根据于什么而你来开始认知，开始还溯。离言的话，就是根据你这样的一个办法来做洗涤的动作，也可以抛却它而达到一个宁静。那这个地方就讲的就是佛所说的法非法。佛法所说的法，我们一般来讲就把它很生硬的归列到说，哦，佛法就是一种理论，就是一种知见，就是一种因果，就是一种道理。而这个道理并不直接转换成我生命里面全部的全部。所以我们一般法跟自己是有距离的。就这个宇宙的万法就是万法，是属于心外之法。你所认知的所有哦概念啊，什么东西都是外面进来的东西。这个时候法的存在不容为你自体本身。所以这样的状态其实叫非法。它并不是佛所要告诉你的法。说佛所要告知你的法来讲，它本身就是宇宙人生真实的相状，就是那个状况。就是那个状况，并不是要告诉你这个文字跟这样的道理而已。你把道理化成实况实相中，而人就在这个法中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缘起之法，这个万法即所有一切，一切即万法。你本身即是一法，而万法纳于一心，万法纳于一切，这样知道意思？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对于佛法的概念都是一种对立的，都是一种互存的，我也存在，啊，法也存在。那这样子的话，佛法是深色的，它不容易消化。那我们学佛的人就在了解所说的，要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它基础上佛是借由语言文字来表达这个法的概念，所以这个法的概念透过我们的理解实践证悟体悟之后，它成为我生命的本体的所有一切，这个时候就叫万法本体。好，这个就是指真如所说出来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代名词，这些都是方法，都是代名词。所以我们常常把过程当结尾，我们常常把佛法的这个法拿来硬咬着这个法，这个是没有消化吸收的，它并不成为你开发你自己的内容。所以这个地方同学要比较了解一下，那以后你听任何的佛法，
听什么，他没有高下之分的。佛法他没有高下，因为佛所讲的法不等于你的内容，不等于你的体悟。如果今天我们听闻一些佛法，那我们就跟高僧大德一样，那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成就。因为过去的大德只有几代啊，他只读这么一部论。那后来呢，又有很多经典是后来翻译的，嘿，真是累，一头不丢。这现代你读到了，那是不是我们读了就等同差多了？所以佛法它重在哪里？解行之后的悟跟证悟啊。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的大乘起信论的重点哦，所谓三大即指体相用三者，所谓四信啊，即指前信真如与佛法僧三宝，所谓五行即笃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好，那第五呢，劝修利益分，讲的啊是受持本论者可得广大利益，视为本论之流通分。那这里面呢，有提到这个本论为什么成为大家议论纷纷的一个主要的一部论。因本论之范本今已不存，而西藏藏经中亦未收录本论，遂增加伪作之可能性。那这个再跳一行，归纳纷纭之众说，本论的来源有三个：第一，龙树以前之马名所作；第二，龙树之后某一个同名艺人之马名所作，就是有两个人名字都叫马名啊。第三是国人所伪作，讲的就是中国人啊。这个就是上一次有介绍的，本论为历来各宗所依用重要经论之一，大乘佛教之主要宗派，如华严、天台、禅、净土、密宗等，皆深受其影响。所以这部论呢，在每个派别里面都有它主述的，那也有大德做注述啊。本论除真谛译本外，另有唐朝于田沙门石叉难陀重译之二卷本，两种译本大同小异，然以真谛译本流行较广，且历代之著书皆采用真谛本。那新的译本啊，只有一个人，就是明代的智续啊，这个大师他一个人做著作啊。那这个地方啊，把这个大乘起信论的大致的情形跟同学做了介绍。回到课本来，刚刚有讲啊，开发对于大乘佛法产生清净性而实践它的一部论述。什么叫大乘佛法？我们先来看一个人。每一个人是什么状况？我们来看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到底你拥有什么东西？你懂什么东西？你有亲情，你有爱情，你有友情，这都情。你有五蕴啊，齁，基本上来讲，你有眼耳鼻舌身意各个界别的一个能力，你可以行住坐卧，你可以读数学，你可以感受自己，也能感受他人。每一个人是不是各个方面都有，什么都涵盖在里面？人到底什么东西没有？依你每个人来讲，其实你什么东西都有。地水火风你也一样有地水火风，生命的现象你也一样有现象，在生命的现场里面的时间空间里面环境里面，你依然可以认知运用使用所有的环境，你的心中可以纳受万法，你可以做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在这个所有的里面，每一个人的内容是不是什么都有？那佛教在讲经典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今天我们问佛陀，我的起心动念，我的情感素质，我应该怎么来修持？这个时候他讲的经典就是这样。
他就跟你讲五蕴，他就跟你讲六根对六尘。有的人他不是问这个，有的人会问佛陀，那世界宇宙的缘起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佛就讲另外一部经，叫地水火风。那地水火风的状态，你有地水火风，他要告诉你宇宙所有的地水火风跟你的地水火风是一致的，是一样的。那我们每一个人他生命他有一个延展性，他有一个扩大性。那我们生命呢是断生，一段一段，会涉及到我这个现场结束的时候我怎么持续下去，那我要怎么从过去的那个时空点无始开始而延展到我现在的这个我。这个时候它的立体相状是这样，这个就要画侧面，这样知道。所以佛就会讲什么生命的缘起，他就会讲生命的缘起如何的出胎入胎。如何的出胎入胎，所有父精母血意识的投射怎么样而来到这里，对不对？那这里呢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又跟你讲次第，猪啊猫啊狗啊蚂蚁啊蟑螂，甚至你是一个坏蛋，是不是这样？然后呢又要问呢，要问佛陀说，那我生命这个结束之后我又怎么持续下去。于是佛陀是不是就开眼，他是不是就讲因果论了？这里讲因缘果，这里讲因可能在前面，可能是这里，而缘跟果是不是一直下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又讲到有形跟无形的东西。有形跟无形，比如说我们在存续状态，宇宙能量不变不坏说里面，存续状态里面结构有形，那么我们可能就是三途苦的众生，人道的众生，中间值又有形又像无形的众生，他就提到天、色界、无色界。如果你以修行的角度而进入到非有形、非无形，他就讲一生生。一生生的时候，他就标列出你不是在这样混杂状态，而谈到一个境界篇，而那个境界就是你一生生所处的境界，那叫净土篇，这样知道意思？所以这个延展下来是不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你从过去一直走到现在，现在一直走到未来，你的生命的所有种种就是一个大圆满。而这个大圆满的开发，这整个大圆满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三世这样贯穿，而能够完全了解、完全开发、完全断烦恼，这样叫佛。这样了解佛教在讲什么？所以这个你如果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小乘的，他终究是一定要连结到所有一切，你才能成佛。所谓的小乘，只是说你过程里面你集中管理，集中在这个上面。这个大家可能一时之间还不一定能够马上接受。这个所谓小乘种性根器，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所以佛就在讲啊，比如说小乘二性的阿罗汉圆觉不能成佛，一直到大乘菩萨他才能成佛。他讲的就是一个路径问题。那我们在中间的过程每个点都会有人体会。那这部大乘起信论，它是从凡夫出发，它有讲到凡夫你发心的时候你怎么去走，那你的真如这个无明躁动起惑，无明起惑造业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相状。所以它涉及到凡夫，涉及到二乘人跟菩萨，
一直到圆满成佛。这个过程就是跨越了种种不同的种性。那讲到这个起信论，这个信，很多人都自己会问自己，说我学佛这么多年，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道理我明明是知道的，可是在某些状况之下，它又烟消云散，好像抓也抓不住，对不对？很多人想说，我这个菩提心，我确认我发过菩提心，可是为什么我这个菩提心呢，不能恒常，常常又颠三倒四的，然后无明一起的时候，什么心啊，什么众生，全部没有了，只有一个我大大的站在那里。这个就是让很多人自己感受到自己生命有一种跨越不过去的一个瓶颈。这个说起来就要从这个信开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修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了，出生的第一天甚至第一秒，其实你就在用你生命的信这个去活的。怎么说呢？每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生命里是没有记恨的，唯一的记恨可能就是在母胎的时候，透过母亲的声音去认知熟悉这个世界，去接受。但是你出生呱呱坠地之后，你的所有一切都是母亲直接或父亲直接让你体解，是不是用体解法？体解包括声音的认知，包括物质，包括任何的行动，包括喂食啊，吃东西。那你所有的喜怒哀乐，你的表态的时候，母亲她会了解而来带引你，甚至语言的教导，它也是一个代名词的使用，让你习惯。那我们在当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其实你自己追忆起你生命到哪一天哪一个时候，你开始叛逆父母，开始你不相信他，你开始对于他所说的一切产生了怀疑，然后你自己拉开了一个距离。同学，你这样可以追溯得到你的无明吗？你其实什么时候开始叛逆你父亲母亲吗？追得到吗？追不到。当有我想要保护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怀疑，你去拉开那个距离。那这个大乘起信论，它讲的是一个清净信心，也就是说你必须回到如同你孩儿一样单纯的去接受佛所说的法，去接完全接受他的教导，而这个法跟教导就是你生命从头来过，就像出生一样哦，就像出生一样去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那我们以父亲母亲，我们生命的这种传这个生存的现象来看，出生的时候父母亲教我们的是事相，是事，而事相里面的道理都是用二分法，人我要不要，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事相里面，如果父母亲可以具足如佛一样把事相的背后告诉你无生灭的道理，告诉你这是缘起缘灭暂时拥有的，这些道理同时合并在里面，那么每一个人生命就不会活得这么辛苦。可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我们以清净信当时来接受父母亲从生命没有经验值开始的第一个接触点，来了解你每一个现场里面什么叫哥哥，什么叫姐姐，什么叫碗，什么叫筷子，什么叫吃饭，什么叫拉屎，什么叫香，什么叫臭，这个所有的事项里面全部把我很伟大的标在中间。所以慢慢的我们习惯了
把我作为一个主要的中间来看事情。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延伸出来了，我们着在事相中，一定二分法有我。那今天呢，佛法要讲的起信的这个信，它讲的是那个态度，那个态度就如同你呱呱坠地，完全干净的这样来接受佛法。那接受佛法，它不是在事相，它是在讲离体，它主要就是要告诉你所有事相背后的道理是什么。那它的基础点是横跨所有一切的真理，所以佛法它讲的就是把你的事相补进了离体进来，所有这个理。那中间要做的作用就是去掉你这个东西，标立高高的我，而把它变成什么？变成所有的一切众生皆平等，所有的一切现象皆如一位。这样的意思。我们学习佛法，如果你只是在佛法文字的文字相上面，或是佛所说的事相上面的因果因果因果，业报业报业报，这个因果业报里面，如果你只看事相而不知道它的离体是无明是造作，那么你可能就单着因果业报的痛苦相。那你如果知道了这个事跟理它是一体的，那一体的状态之下，事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所以我要从道理里面去把这个事做正确完整，而消弭掉这个事所带给中间刚刚那个我齁，带给我的痛苦。这个就是修行里面你理事合一了。那如果有的人他只吃了这个理哦，佛所说的这个理，这个理体的背后呢，他又讲到空，那所以这个事是否认的，没有，因为我可能没有这个经验值，我现在没有处到果报的现场，我看不懂，或是认为这一切都是虚有的啊，这个如梦幻泡影，着这个理的空而把否认这个事。那么这样的话，只是说你这个人的生命整个大圆满里面有一些经验值还没有，并不是说他不会有，你不承认他的有是一个短暂，你以为这个有都是骗人的，本身就是没有，那么你在这个中间的当下就不能圆满。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来了解大乘起信论，他这个信是什么意思？这个信在佛经里面，他讲这个是心所，就是心的作用的一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能力，都可以作用。而这个心所，就是所谓的信，它原始定义是这样。他讲对一个对象，对一个对象能够令其心，让这个心进入产生作用，就是有影响进来了，然后产生什么清净的精神作用。清净的心精神作用就是相信了，然后让我平静了，我了解了，这样叫信。这个是佛教所讲的信。有一点，我们信的时候，我们以人的思维来讲，我们信有一个是信外，有对象的对象，你相信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你相信的标的，是对象，你相信这个人，是你对这个人相信习惯认知。所以以对象来讲，我们信以佛法上来讲，它不是要标对象，它不是要标这个对象跟这个道理，它是要真正的完整的信，他是要从介绍这个对象，那这个对象开始是谁？佛。然后借由佛所告诉你的内容，是不是叫法？
借由佛告诉你的内容，这些法展现出来都是语言文字的这个相。当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相，就是从这个内容对象由佛开演出来，在进入这个法的内容之后，是不是这样就叫完成的信？不是，这样不叫完成的信。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护持佛法不遗余力，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若蒙捐助善款，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